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亮堂前线特派员，又见面了。今天就跟随我们的视频一起去宝岛台湾看一看 ，Let's go！ 这个项目呢，位于台湾省花莲县东华大学，客户通过淘宝联系到我们，订购了一台515机型的 Nanocon 厨电宝，主要是用于学校内的电气学院示范所用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通过前面的视频呢，有客户问到，关于咱们 Nanocon 厨电宝配套光伏需要多少个平方合适，多久能把电充满？那我们通过项目现场就可以看出来，这需要看现场有多大的场地来安装光伏板，当地日照情况等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。当然，您也可以联系我们 Nanocon 厨电宝的专业工程师团队，出免费一对一的解决方案，推荐最适合您需求的方案。好了，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了。 Nanocon